因为有那是口头咨询的，所以不好意思哦，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？我每次在讲话，你插什么话？没有，你在讲话，我有在插话吗？我过来，过来，赶紧，赶紧，不不挑，就是啊，赶紧，我提案能跟你说明一下。尊重人嘛，好好好。院长，我有说错吗？根本不尊重人嘛。啊，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。阿姨，不挑，你到底几啊？这个，那我非常尊重他，因为我们非常习惯他那种行为。请关掉麦克风。啊，这个要，这个有什么好关掉？这个我是讲得很持平。